谁能读懂这双眼睛？它仿佛从人类古老而幽暗的意识深处穿越而来，无声地诉说着先民的爱、恐惧与信仰。距今5000年左右，中国太湖流域的良渚地区一度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，古城、墓葬、祭坛、村落、军事、水利设施、玉器作坊。从1936年开始，持续80多年的考古发掘，其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刻有这双神秘眼睛的器物玉琮。这尊玉琮重6.5公斤，高8.9厘米，上射径达17.6厘米，因其体积、重量及纹饰均为现存玉琮之最，而被称为玉琮王。它是1986年发掘反山大墓时被发现的，考古学家们当即断定它上面刻画的是一种类似饕餮的兽面纹饰。由于此前类似的纹饰已有大量出土，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。野外工作结束后，人们冲洗文物照片，却有了意外的发现。这双眼睛的两侧纤细的几乎被人忽略的纹饰，原来是一双手，人类的手。仔细再看，手掌连接着有些不合比例的胳膊，顺势而上，这手臂主人的面孔赫然浮现。考古学家们此刻才意识到，这并非以往常见的饕餮兽面纹，而是极为罕见的造型完整的神人兽面像。其中神人的姿态尤其令人迷惑，双臂上耸曲肘，五指张开，一副缩头前倾的模样。他是驾驭神兽的天神，还是神兽化身的人形？兽与人究竟是不同的神，还是同一个神的不同面相？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，甲骨文和金文显示了中国自古就有以玉侍神的传统。良渚出土玉器的种类超过40种，而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目前仅仅出现在贵族大墓出土的几件玉器上。这是否就意味着墓的主人就是良渚古国的祭司？而雕刻有完整精美的神人兽面图像的玉琮，就是良渚人与天神沟通的圣物。神人的头上是一顶戒字形的羽冠，布满放射状的线条，而这一符号也曾出现在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遗物中。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？良渚神龟的符号意象在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也曾出现过。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，不同地域文化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互动与流转？这双眼睛穿越5000年，注视着我们，引领我们一步步走向历史的深处。